好不欢喜好，归三宝阿弥陀佛，自由自在就是佛。若是阁安尼，就莫跟随咱们本座的身躯边继续修道了。且听阮娘娘下罪，啊，阮两个是啥物所在做唔对？且听阮娘娘指示。对吧？听阮娘娘，你也唔讲哦，我嘛唔知讲我唔对啥物所在啊。那呢，本座问你，你是用啥物方法来驾驶五天龙？边个听阮娘娘？这个无天龙的哦，作恶多端，我是用限格的方法来驾驶，驾驶到哦。何爷，你叫唔敢？我唔相信哦，讲伊袂改过。伊唔知影通悔改，是还袂觉悟。咱的天职是爱有人忠心弃恶啊。天妃娘娘，阮家是五天娘哦，是一时愤慨，所以无去考虑遐尼济啦。请天妃娘娘原谅。阿哥，您不但黑了原形，而且阁用本座的名义当场拍人。这是影响本座谈的汉奸百姓心目中的名声。你安尼做是为虾米？用意何在呀？天妃娘娘，阮知影唔对，阮两个关系是错坏。您为着一时的意气，完全拢无考虑到后壁严重性，真正是肤浅幼稚。卡斯本座也参像恁同款，每一件代志拢爱用暴力来制力。那呢，敢阁有天地可见？以后阁有啥物人会来信服俺？小华知影唔对。既然你拢知影唔对，本座就无要追究了。但是以后若是阁再犯，本座一定加倍处罚。凡事三思而后行。姨表，又是啊！啊，你来到这里读册啦？姨表，我是专门来这等你的啦。啊，来啦！来这等我。你坐坐。姨表，你坐。姨表，你一定少忝哦。来，我给你推推咧。你阁休困一下吼，稍等下，我帮你叫茶。又是啊，有你一点好心吼，阿娘心肝内足温暖的。你婿真乖，这一定是阿娘吼，定是收来啦。啊，无啦，是妈祖无好可怜我啦，才特别输我。表，你听你讲啦。当初时，若不是你甲我斗三工，无得卡吼，我还搁伫坐家，食无一个饭呢。又是，过去的代志，咱莫讲啦。即摆吼，我虽然吼了遐尼济条的金条啦，也毋过，我会当换着你这么乖的儿子。人咧讲。有下道的，确实是有影，阿妈真期待。对啦，我倒过来做工课咧。无咯，姨表，伊阁继续休困，休茶的代志哦，我来就好啦。有时袂用你休茶的工课吼，无出断，你唔通袂记哩咧。你的考试的日子得要到啊！你爱打拼啊！姨表，你放心啦，我家己的时间哦，我有安排啦，袂耽误读册。啊，搁再讲，我嘛真久无出来行行。姨
就行啦。今仔日哦，就当作是咱母仔出来游山玩水啊。你真是要跟我去哦？是啊。那安尼哦，伊要带你来一个所在，行，咱往这边来去。是要我歹看，我只好用这招来对付你。你有看到无？这查某真正有够毒啦！你要听讲哦，上毒是妇人心啦。哎，这无天良哦，嘛不是什么好命啊！这一男一女，实在有够输的。带我来吃，吃哦，就是阮后生啊，好过啦哦，丰盛的所在，一条街啊哦，以前有一条叉桥的，啊，我会记得哦，有一年的热天啦，啊落大雨，啊，阮好过啦去城内哦大夫看。到回来的时阵，要过这条桥的时候，水真大，啊桥嘛旧啊，我回去啊，伊全咧相思在遮。我知啦，我有听过阮阿爹讲过这件代志。哦，你做这人吼，行过再出人命，啊，过去哦，我把这桥拆掉了。二表，虽然这么好安也无得你啊，养过金条，搁在你的手内，有这金条，就会当改变你的生活，你咪当提这金条去帮助别人啊，安尼你的生活吼，会搁较有意义啊。就是。你讲安尼无唔对，这拢是二秒的心愿啦。也毋过，我感觉伤慢啊。我即马，什么金条都无啊啦，我拢互阿桃啊了了。二秒，伊只是你的心腹，为什么你拢要好伊的？就是哦，我的心腹。讲起来，嘛是跟我同款真可怜。安尼七少年、八少年倒来酒馆，啊，我有答应一寡代志哦，啊，都拢无完成。所以，我真惊伊怨叹。我今朝，煞一条一条来提出来给伊。我想要造桥的代志哦，是无希望啊啦，无希望啊啦。表，代志真难弄啊，咱要阁想这代志啦。你放心啦，只要我有成功一天哦，我一定会替你完成这个心愿啦。你放心啦。哈哈哈！哇，今日那是安怎？天要落黄雨啊，迄款，窗啊青草着。菜遐尼济啦，阁有烧酒呢。阿土，你敢有记唔着？今日唔是我的生日呢。哎呦，阿达，你莫讲话，你甲我口舌啦。那我今仔日吼是专工来给你赔罪。赔罪？想袂到你阿土也会甲我赔罪哦。你莫讲安尼啦，迄暗吼我是有较过分，你莫生气啦。啊，我人着来啊，敢讲安尼阁无够诚意吼？有啦有啦，啊，只要你有情哦。我吴天龙绝对有义啦！
只要你也莫离开我吼，啊，过去的一切哦，我拢莫计较啊。来啦，干杯啦！啊，是讲你是要做啥物款的生意咧？阿东，我是一个查某人，人面也无你遐宽，你讲做啥就做啥，听你的啦。安尼哦，我来甲你想看卖者吼。但是咧开布行，我今日送你一项物件。这支头毛钗啊吼，是阮阿娘卖我娶某的母本啊。我即摆就送给你啊。多谢你啦。千里眼，顺风耳，速来见驾。参见天妃娘娘。阮这即摆叫恁来，是想要问恁对阿特兰甲吴天龙之间的恩怨，恁有啥物看法？禀告天妃娘娘，你敢一定爱阮两个去救这个吴天龙这个歹人哟？禀告天妃娘娘，你敢一定爱阮两个去救这个无天良这个歹人哟？天妃娘娘，啊，即马甲好人甲歹人哦，要安怎对付？我甲拖汤的哦，拢唔知要安怎做。天妃娘娘，为着不必违反你的旨意哦，请天妃娘娘指示。您跟随本座这么侪年时间，应该明白修道是要靠家己去体验甲领悟，并唔是本座叫你去做什么，恁就去做。修道成长是要靠家己。吴天龙，伊虽然是汉奸的恶人，
但是伊大汉还袂到，命不改转。变个天威娘娘，像这无天人这种歹人哦，是安怎人甲之才会当勇敢？啊，像迄个老阿婆这尔啊善良，伊会当啊受苦受难，这敢天意是？蔡理干，凭世间的善恶，甲前世因果有绝对的关系。为善的人，虽然伊的福还袂来，但是伊的灾难已经远离了；为恶的人，虽然伊的祸还袂到。但是伊的福嘛已经远走。阿婆啊，因为时常拢阁行善，所以才甲顶界爸仔囝结缘，受了有事伊做客囝。像即阵的好事，也是因为阿婆的福报啊。有事。有事啊！阿爹，你啥物时阵转来？我乃唔知啦。等，这囡仔，啊，坐到咧戆神戆神啦。这考期是一天一天逐渐逼近啊，你知唔知？你嘛好好读书唔才对。阿爹，害你有一个想法，唔知会当讲无？我啥物话你做伊讲？阿爹，即届考期哦，害你。是不是会当放弃？无啊！你即马在讲什么笑话啊？阿爹啊，你先莫着急啦，害你想要安尼做吼，只是想要完成二表的心愿啦。哎呦，啊你二表到底有啥物心愿？啊，弟叔你有这种想法嘞？哈？阿爹啊，你敢会记哩？你甲我讲过啊，几年前哦，有一个少年人把你强加杀死的代志。我阿在要隆重甲咱介绍一项真伟大的工课，就是做幼稚园的老师。几工前，我去教我拍外景的时阵，拄啊好有看到一间金宝贝托儿所，也是就是幼稚园，有两个老师带着一群囡仔伫咧郊游。我静静看到老师咧教囡仔过程，无就是我有发现一个囡仔，毋知是为安怎样，却一直哭。老师就赶紧去甲伊抱，去甲伊笑。这个囡仔嘛是同款，愈哭愈大声。
而且伫拍这个老师。这个老师不但无生气，而且伫足有耐心解切这个目屎，伫向这个囡仔回信的。我就感觉真奇怪，我就过去问这个老师到底是啥物原因。原来就是这个囡仔家境袂歹，后头足济人解听、解信，养成伊阿爸的个性。无论啥物代志，也是啥物物件，一定要争到着。因做老师的责任，就是希望讲会当当细汉的时阵，就改掉因歹的习惯，以免日后造成社会付出更加大成本。我才听完，实在是真感动，也替真正囡仔感到真欢喜，因为从细汉就当受到遮好的教育，妈祖奉劝大家，无论啥物代志，拢要等小所来做好，以免日后造成祸患。请继续收看妈祖连续剧《唱金宝》，一定爱看哦。Oh, oh, oh.